翻车！开始吃口饭了。再次开启我的西安之旅，看看这一次有什么惊喜。我现在在那个浦东机场，然后现在准备去值机，就很开心。这次飞西安就没有检疫人拦我了。我现在是跟着大部队一起就正常的下飞机了，完成了28天的隔离，就非常的开心啊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上次我应该是在这个下面的一个隔离室里面，你看着上面的人群。在经过半个月的隔离之后，终于在西安和老铁见面了。看看我们家帅老铁 ，OK。然后现在我们计划是去城墙，把我最想拍的那个机位照片先拍下来，来感受一下全国排名前3最拥堵的城市啊，西安。前方限速为60公里每小时。我们现在准备去登城墙。我觉得西安比上海真的热太多了。就刚刚在车里面，老铁已经开了冷风，太热太热了，我天！现在我是放下了我的所有行李，只拿一个相机，还有一个镜头在我荷包里。我们去拍西安城墙的机位。哦，好多人啊，看。哇，我觉得这个地方晚上肯定特别好看。晚上那些灯就会多，全都是红灯笼。然后那个，它那个上面，城墙上面是只牛。啊，应该是牛年嘛。嗯。这个已经体会到了六朝古都的味道。13朝。啊，13朝古都，13朝古都的味道，非常好。太漂亮了，看树上挂的这个灯笼，我的天哪！哇哦，进城，那个是银杏吗？那个假的吧？人说我们上来就这一个机位能拍？对，就我们花了108块钱上来拍了一个机位。那我跟老铁，我们买了2张票上来，本来准备拍至少6个机位的，但是我们上来发现之后，因为可能是快过年的关系，上面全部都在装修。像我的右手方后面至少有2个机位，然后给封住了，它只有这一个地方才能看到那个钟楼，然后我想拍钟楼，现在是拍不到了，就特别难过。然后还有那边。那个机位也是从里面拍，可是它也封住了，也拍不了了，就不知道。感觉这次城墙之行很失败，但是没有关系，我们先去星巴克啊，我们先去星巴克了，走了走了。我们下一站要去洒金桥吃小吃，老铁现在他在导航。好漂亮啊，晚上，我操！请保持直行，不要走右侧第二车道。这他妈太漂亮了吧！这太漂亮了，太好看了。哦，看他们不要成比较好。哦，是吗？那我晚上可以出片了。靠右行驶。然后马上向右前方行驶。整个西安都在做这种，就是点亮西安的这种工程，就是要把夜晚做得特别好看。哇，我已经感受到了我来自体内的碳水发动机。看到这个吗？他们吃的就是这个。马上到上，就那个是吧？啊 ，OK。我们不要，今天我们看老铁带我们第一站吃什么。
去吃个烤肉吧。我们先吃烤肉 ，OK。哇，我体内的碳水发动机已经在蠢蠢欲动了。我感觉我的内心现在有一股野兽啊，有一只野兽。别着急，才刚刚开始。太棒了！哇，这一条街都看不到尽头。这还是什么那牛肉？对。哎，它这个是跟回民街连在一起的。连在一起，我们待会儿可以走到主街上去了。好的。但还是走回来。啊。车子在这边停着。OK。吃吃吃！哇，我跟老铁都已经饿坏了。我们在下午2:30是在老铁在机场接我嘛，到现在差不多是晚上将近7点了，都还没有吃晚饭，我们俩已经饿坏了。啊，这个巷子太长了。然后老铁说，这个巷子只是其中的一个分支，还没有到主路。哇，我前方已经看到了。无数的闪着广告牌的霓虹灯，看看，哇，太赞了！我们的烤肉在哪？我已经饿坏了，拿下去了。这些食物。迷路了。啊，找一下啊！别着急，别着急。麦德堡隔壁巷内。麦德堡是那个。瓜娃吃。走。我们一会儿就要吃烤肉，给你们看了。麦德堡，这家哦，看一下，南老三烧烤，看，哦，老铁在我从支路上往巷子里面穿了，但其实资深吃货都推荐了，可以，非常好，看你，嘿嘿，翻车。质量蒸饺，我们现在吃看。质量蒸饺，哇，好香啊！里面，我觉得西安人民太幸福了，就每天有这么多好吃的，都可以不重样的。我们的凉皮来了。它这个感觉是那个麻酱，就是麻酱，然后给那个麻酱、醋和油麻子。嗯，我操，太香了，非常赞。对啊，嗯，韭黄蒸饺。OK， 谢谢。老铁说这个要去买个弄布。然后先把汤喝了，很好。嗯，辣辣的，怎么感觉有点里面有麻椒的那种感觉？应该有面，是吧？哇，好吃。然后你可以蘸那个，再直接吃也可以蘸那个吃。嗯，它
有点那种好像是羊肉汤跟那个熬出来那种东西，是吧？哦，好烫！哇，太他妈好吃了！哦，哇，太幸福了！我来看一下八宝粥。它这里面有瓜子和花生，然后还有莲子，好像山楂莲子啊，山楂莲子红枣尝尝。这个要喝，因为我们这个吃久了，就这个很香，还有蜂蜜啊，好烫啊！哇，韭黄灌汤饺，我们看老铁吃法示意一个 ，OK？ 把汤倒出来喝了，再蘸汁，再掐，哈哈，老铁说这家每天都是限量的，然后今天看已经关门了，现在是晚上8:30。老铁现在是带我去吃，我们在找一家吃烧烤，然后我已经在这个巷子里面迷路了。如果没有我家老铁，我觉得今天这个地方我肯定是走不回我们的车那里了。我们来到了老铁说要带我吃马勒烤肉。我操，这么多人！这外面好像也是他们家的。我靠，等了快半小时了。蒜，来，开始吃烤蒜了。这个牛肉啊，牛肉，哇，很好。吃一个肥的，吃一个瘦的，太爽。哇，这个是什么？豆皮蒜牛肚。豆皮蒜牛肚啊。很爽，好吃吧？它入口即化的感觉，但是又有嚼劲。蒜牛肚是西安独有的。好吃吗？只有西安。Nice。我们现在吃饱喝足，准备回家睡觉了。哎呦，吃不动了，吃不动了，真的是碳水之都，很可惜只能待一天，明天我就飞阿勒泰了。哇，这还要这么多吃的，扛不住了，我们阿勒泰见。